这样。为什么只有多机电话？电话。找金安。右边那间看看。哪间？右边。是吗？哎，它上面那个是之前有贴过符掉下来的吗？你看地上都是有血符哎。它是不是上面之前有贴符，然后都掉下来了？镜子，我要是这样，这是一种。这是一种拿来召唤灵体的符哎。嗯。等一下。江。我这里。哪里？那个房间里面。有人影，我刚刚看到有人影。有你们刚刚在看的时候，里面有人影。可是窗户有破光还是怎样？高峰，我这衣橱跟床而已啊。里面有床吗？有。这符应该之前有贴在上面，都有粘贴过痕迹啊。而且这里还做一个空间。这跟楼下刚才那一团完全不一样，这里很明显就是有施法过的。我先顾一下一点，他有点怕。好。大家这里还有通电呢，试看看。要接吗？你听听看。啊，要七十秒钟，按七号。按不下去。冒出，没声音。等一下，事发地点在这一层楼。这间。嗯。你看这电线，漏电了，不停的破了。对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不要靠近，不要靠近，因为它还有通电。它电线肯定。电线在外面的，外面都是200以上的。嗯。不可以感应的。嗯。不要碰到电线哦。这里只有进去的脚印，没有出来的。对啊，我们现在人都还没进去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哦，那就有进去的脚印而已。
这个是我们的脚印啊，这个是我现在踩的，可是旁边那个不是我们的脚印啊。电铃声，有听到吗？有。可是我们都在里面。不是，那个刚才丸子已经听过，那里面没声音。我有听到，我听到是无人啊。太冷，下去看看。丸子，又是我，你搞我来。丸子，竟然声音从来不出来的，看到吗？这里啊，没有，都没有声音了。没有。楼下是一楼好吗？对啊，一楼不能住人的。没有，没人，而且暗的也没声音。好像走深一点。对，但是我们刚才人都在那一些呢。一根洗掉了，你带着什么东西啊？不想找。进去过，对啊，房间没去，楼上还有，没有，我说用的房间没有，好像没有去，好像不行。哦，对，最近刚才没进来。这里以前有就去赌吗？有什么？去赌？不知道。二手叫麻将。哎，对，里面有麻将。可是他李荣护肤的时候，那时候他们的人有在打麻将吗？之前还没有特别去翻呢。哎，比你还好吗？有点不舒服。这里。好，各位，刚才已经确定那个电铃声不是我们自己人去碰触到的啊。那之前呢，也已经有发生过同样的问题。现在往四楼这边上来。刚才我们听到有拖动的声音，就是在这里。A B A， 哪里 ？A B A， 哎，鞋穿啊。